有寂寞心情还有董明，谢谢。这个黑面大哥，最妈记得。阿弟也要求红豆吧？对呀。来，小朋友。带很多礼物呢，哦，我们的谢怡君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。谢谢。自由参加好机会姐，来自由参加啊。拍上来，快一点来，没关系。来，哦，小心，来。